评判老师，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英华小学二 C 班的杨卓轩。我是二一班的汤老杨。今天我们要演唱的曲目是《让世界更美好》，由何远先生作曲，史可夫先生填词，伴奏同学是三 C 班的程志成，而指挥是黄玉成老师。今天我们要演唱的歌曲旋律优美，歌词富教育意义，呼吁大家所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，好好爱护地球上的每一样事物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。希望通过我们的合唱，能够传达出最真挚的情感，让大家感受到这首歌带给我们的力量和希望。请大家细心欣赏，谢谢大家。
Oh.